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 Booster 荒野乱斗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呢，喉咙状况依旧是让它复原当中，所以讲话是这个样子哦。大家不用担心，但是最近是真的蛮累的哦，因为这个一堆事情都卡着。不过我是过得很开心的，所以大家不用紧张。我只是突然就是很累，但那个累就是那个什么、啊，就是玩太疯或者玩太爽的那种累，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哦。好，那现在来说，基本上我们会有这个每日的这个小礼物啦，所以大家都要记得上线领一下。然后最新的应该就是这个吧，超级猪猪，透过在周末结束之前赢得比赛来填满这个储蓄罐，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前的那个超级猪猪是一样的吗？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级猪猪吗？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超级猪猪是不是新的超级猪猪，大家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哦、喔。然后现在看起来的话，应该是还剩下两天呢、欸，可是我们现在两个这个。我们才拿到两阶而已，所以还是要找时间先来扁一下超级猪猪。哎、欸，那个好像就是超级猪猪哎，只是他改了那个新的这个样子，就是他改了就是我们那个新的这个模样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吧，积分争夺战得死。好，那一样就是选择我们的艾德加，选择最近这个新手阶段都是疯狂这个艾德加环节，我们就是艾德加爱起来就好了啊、哦。没错，各位，来个艾德加。来啦，各位，那我们就走起喽，看看喽。好，那积分的话就是看谁先杀到这个十个人嘛，哦，那我们就尽可能走在一起好了。哦，有人来了。好，完了，我被弄过去了，然后他一次杀两只，哎 ，Oh my god！ 这把我们直接损失两名角色。我靠，这个对面有点来势汹汹哎，对面好强！我靠，完了，我们直接被法兰克轰到一个爆炸，各位，那是有点惨。哇，哎、欸，那个法兰克的那个威能，他是这样子的，好猛哎，他就是那个该怎么说，就是全地图的这个就是扩散的这个震波、啊，他把全世界的人都震死了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我们的这个猪猪帮环节，然后直接没了，我们的猪猪环节直接没了，全部都败开了。好，继续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哎、欸，法兰克的那个威能哎、欸，很帅、欸，他是整个扩散范围的那种大范围的那种就是震波，因为他的大招就是原本是这个扇形的嘛，然后扇形过去之后的话，大家会被晕到原地，但是他刚那个是整个全部都那个大范围扇形，嗯，有点帅哦，有点猛哦，法兰克，我的天，好，来吧各位。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猪猪模式啊，因为猪猪的话呢，它就是必须要那个，要用票券，然后打赢之后你才可以算它的这个胜场，所以如果没有赢的话，那也是挺尴尬。小心点！我看，我直接被他大拳打死了耶，我的天！哼，哇，他居然是用大拳直接把我给打死耶！交出你的！完了！我刚刚硬打一下，至少我把他的那个打掉了。哟，那你完了！全部过来送给我的话，那我是很乐意的啊、哦。有没有人要保护我一下？啊，有哦，这个好，队友这个呱呱叫。感觉就是要把那个，哦，他的那个大剑啊，他的大剑很猛，他的大剑直接把我给轰烂了，各位。Oh nice， 我们再吃一个比较保险。好，赢了。哇，哎、欸，那个大机器人其实还蛮强的，不过你只要把那个大机器人破甲之后啊，好像看里面的小人就会比较好来解除。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，可以哦，终于拿到这个超级猪猪第一胜了啊！他其实有时候做一些就是那个活动的一些新图啊，你就会好像发现就是哎呦有这个新模式的这种感觉，你就以为他是这个新模式，像我就会觉得哦，因为超级猪猪是新的样子哦，不过他好像只是改一个新图这样子，嗯，新图也是挺好看的呢，对不对？
来啦来啦来啦，走去，呦呼呜呼，哟，完了，我的这个手机线又不知道干嘛了。没事没事，它应该还可以继续运作，继续工作吧，你手机线。好，这边绕一下。啊，完了，我的那个太晚开了，各位，有点小可惜。我的那个防护盾太晚开，不然我应该是可以杀他的，可惜了。哦，这边的话呢，一个二打二，然后对面这边看起来，如果让机器人太爽的话，不会麻烦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有这种，我们这边其实有这种冲，都是比较冲刺型的，所以只要打得准，然后冲过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这边对面是那个弹射跟这个奔腾，哦，哦有哦。哦，弹射在那边。这弹射现在还没有累积到任何这个大招值，应该是可以，只是要小心不要让那个弹射弹太爽。哦，哦哦，有哎，这个他知道他要跳过来，所以他直接顺走。这个，哦，完了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哎呦，好险哎！他这边是他们都有留一招哎，因为弹射这边的话，就是他会有那个散射型的这个东西，那倒也是挺麻烦。有哦有哦，哇，我不能再那个了，我不能再当雷包了，对，我不能再当雷包了，要包吗？要包吗 ？OK， 带掉一只，先开个护盾，拉开拉开，这就变成一个三打二了哦，血量优势血量优势 ，nice nice nice nice， 交给我了。没有问题，咬住了，呜呼，有啦，各位，这第二把泽明就没丢脸了，第一把真的是很丢脸，出去一下就挂掉了啊，那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队伍上面给足这个帮助啊，这边应该是 OK 的哦，来啦，各位，哎呦，完了，艾德加被选走了，积分的话呢，不来来玩玩那个好了。我的另外一个得分好手，我们的这个哇，我们的另外一个得分好手，我们的这个李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其实我好像就是我人生当中啊，我好像就是比较少这样子讲话过哎，就是这个是我最最最没有用力的这种方式，就是最最最没有就是花力气的讲话方式。我觉得正常来说，大家一般来说应该讲话都是要这样。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是因为最近这个喉咙这个问题，我才把它改成这样子。就我就觉得哇，我好像人我有那个印象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这样，没有用过这样的体验啊。哎，结果艾德加杀到的是我 啊！我的这个手机怎么刚刚又爆了？我的天！哇！被大雪纷飞吹爆了，小心点哦！老哥，哎呦 ，nice， 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老哥这个有。有帮你，有咯。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谁啊，他们的那个老头很会，哥很会玩。完了，微尴尬。哇，6-7。我对面的那个谁啊？对面的老头也是顶恶心的，对，对面的那个老头跟艾德加都顶恶心。哦，完了，我们被骗了，这边要小心啊！他们大招都缴了。Invisibility。 啊，完了！哇，我们被杀烂了，各位。
们被杀烂了，小心小心，他们其实现在都残血的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事没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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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过去接应一下。哎，完了，老头都是老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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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结果我才是那个送头的，完蛋啦各位。好，那最近的话是我们这个超级输出的这个环节啦，好不好？他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地这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图，那大家的话都努力来打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超级猪猪啦，还剩两个啊，努力砸猪。